谢谢台长给我机会。啊，老妈妈，讲吧。我属猪的，1947年出生。我以为你1974年。不是，1947年。四七年。属什么？属猪。属猪的。Yeah. 1947年属猪的。Yeah. 好，看到了。老妈妈，你告诉我你想看什么吧。我想知道我跟我女儿的关系怎样。哎呦，冤结哦。是。哎呦，吵的嘞。Yes. 哎呦，老妈妈，你记住了。Yes. 你这个你现在一定每天要念108遍姐姐咒。我不懂得什么是姐姐咒。外面问 ，OK。待会儿到门口去。OK。问他们。哦、好的。好吧。好的。有一本小小的经文。Okay. 是中国佛教协会那个赵普出的、yeah. 好吗？好的。他叫我们念这个姐姐咒，明白吗、okay. yes. 好好念姐姐咒104遍，每天念，而且前面要讲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和我女儿某某某化解恶缘，然后再念，念了之后你女儿会对你笑起来，会好起来的。现在她看你怎么都讨厌，你冲她笑她都看见你像魔一样的。对，哎，对对对，老妈妈听得懂吗？懂的。好吧，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自己注意腰不好。对。明白吗？关节不好。对。还有便秘。有时候。对，听得懂吗？懂。好了，其他还有要注意心脏。是。明白吗？对。你呢？不要被他气死。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呢，你会被他气死的，因为你欠他的。我知道。你啊，你好几次差点气死了。是。你要是气死的话嘛，你就活该。做人不要被人家气死嘛，你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嘛，对不对啊？为什么被人家气死啊？我现在放得下了。啊。放下一点。你只要跟他两个人的恶缘去掉了，他以后会天天难过。我对不起妈妈，我对不起妈妈。你要想想这种日子会来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帮了多少人，这些人过去跟孩子水火不相容，我告诉他，我说你等着吧，你念经一定会对你天天说对不起的。现在孩子完全回来了，回来天天对妈妈爸爸好得不得了。老妈妈你要等这一天呐、啊！你现在气死了你就等不到那一天了，听得懂吗？懂。气死的话你只能擦面包了。气死只能擦面包了，听得懂吗？还有什么问题吗？他没什么了。啊？谢谢谢谢台长。念心经啊，念心经21遍。21遍。大悲咒7遍。OK。好吧，往生咒49遍。OK。老妈妈你自己要好好活着，你的寿很长，你唯一的就是被气死了，我看你。听得懂吗？懂的。你到底想擦面包还是想活在人间？我不要生气。啊，对了，气出病来无人替，啊，生气是最傻的，来了。